台视三立行周日有相聚三明治女孩的逆袭，抢先带大家参观三明治店，但真正重头戏的其实是二楼，不止屋内空间超大，就连露天阳台都很有情调。一些小偷了，我们有一些戏一定会在阳台这边搞，哦，不是，我是说会在阳台这边上演，搞些事，而且不止三个人，可能四个人。好像不剧透，因为也快要播了。要玩这么大露天呢、欸？就是露天的感觉。怕人家看。对。还要没在怕。还要卖票。而且，反正我们是吐舌头的三明治店，对，就是先用吐舌头的方式来。下面有个光晕。好，反正这个地方我觉得非常舒服，但是尽量我们就是晚上来就好。谢谢，因为现在很热，我们赶紧去。好。嘿、hey, ，这是我们的客厅，客厅也是很适合聊天的这样子。然后我们聊天而已吗？感觉这张沙发好像有一点，其实好像有点脏，对不对？对，有点尿过，没有清干净吗？我就说要请扫地阿姨来。对不起，三明治不用拿上来吃啦。对，好，对啦，好不好？就三明治在一楼。芥末酱，番茄哦，好，芥末酱。OK， 夫妻要在家里的哪里做什么事滴什么酱，我们先不探讨，直接进入最让人好奇的神秘闺房们。介绍一下，我是一个水电工啊，对我自己是有水电癖好的，我喜欢修理东西 啊。那你可以帮我们修一下那个瓦斯炉。我在讲我的水电工。因为其实我在戏中里面啊，我是起重机，所以我自己会修一些车，然后我自己会组装一些零件，然后去改我的车，我干嘛？好，我们看。你的房间感觉很贵气逼人，你看这是什么东西？你要看哪里？对呀、啊，你在这里要看什么、啊？你正因为你这是吸管吗、啊？你们看不出来吗？它是望远镜，这个全新科技的吸管，是可以拿来喝东西的。OK， 看得出来吗？这个我看。OK， 好。不太雅观，没有啦，其实它是望远镜，所以我都用这个来偷窥隔壁的邻居在干什么这样子，然后记录他们的生活点滴啊，然后再用我的工具做一些奇怪的东西，然后做一些奇怪的事。简单来说就是电台。对。哎，我们出来看到的外面的阳台。这张最经典了。哦。它可以直通。这是子俊房间的阳台。这个是小青房间的阳台。那我肯定是一到房间就要把这个窗帘拉起来，是吗？不然嘞，给你看哦。你讲的好像我会真的来看一样。不然，你觉得我有兴趣吗？你看，你都准备那个望远镜要看对面的人，那你搬过来，这样看。我为什么会有那个望远镜？就是因为我觉得隔壁的不好看，我是在想看别的地方的嘛。菜鸡车，子俊真的有够爱欺负小青，人家旁边的美房也是可爱到大家都很想窥探一波。但这时执行长却突然发现一个小秘密。怎么了？累了。可以有这样做做照，抓到了。我知道，他也是有看我的戏，他是服侍的微笑。房间根本就是我房间。对呀、啊，哦对哈。我张力昂。张力昂的房间。看到他们家，你会觉得就是因为觉得很舒服哎，很奇怪。有比你自己的家好吗？我的家，因为我喜欢种花花草草，嗯，所以基本上我住在一个温室里面。所以你住在这种比较温馨，我很喜欢有墙、有窗的感觉，我不喜欢全部都是玻璃，然后自己住植物的感觉。好，看起来执行长对三明治家是非常满意，那就直接让丽阳当自己家，带大家参观参观。来，你们四个真的都让他一个人？我们考试啊，他刚在旁边听了那么久。今天太好赚，今天太好赚。接下来看一下，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。其他都还好。先看那空间。我刚刚介绍两批了，真的很累，太累了。他刚刚安静，他是有人情厉害。但我觉得他介绍比较好，是不是？他很用心，他有一点像正经的导游，躲起来像抓宝可梦一样，宝可梦。衣柜可以，至少清理衣柜可以。现在你要去负责把演员找出来。
证据，没证据。蛮可爱，就是还是有盯住那种 man。需要跟粉丝解释一下吗？刚刚的情况，解释一下。我们还原，先还原一次。宇宙，你跟粉丝讲一下刚刚。因为宇宙把脚抬起来，我有抬起来，是我啦，是我。然后刚整个出来，刚整个好 ，OK， 出来，整个出来。我本来就在外面。然后女孩子整个出，整个出，整个出来，整个情绪有因此爱上吗？有哎。你的伴还在旁边。没有，这点时间是。哦 ，OK。哦，张力啊，不管是戏内还是戏外，都有一股呆萌 feel， 也难怪我们宇宙跟星辰都被吓到。想知道这群人又如何会在剧中互相捉弄，就记得锁定每周日晚上10点台视及每周六晚上10点三立都会台《三明治女孩的逆袭》啦。完成了，力量来，一秀秀独家报道。